贴着苏伟，再扑防到外围，这个进攻始终找不到机会。嗯，我叫林书豪来发动，防开弟弟之后，这个起身。一直想到我们长大的时候，看我从那么小，一直被小看，一直被小看，到现在，我就不能说话了。那可以跟他一起对的，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一在场上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，就是他一直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，对他啊 ，Good job！ 哇，终于解决了。这边林家兄弟对决，一个挡拆过来，直接在三分线外出手，这个三分出手力道打了没关系，后面有克拉索夫直接补进。林书豪自己前到篮底下拉杆出手得分，这是林书豪在新庄体育馆首度得分。林书豪贴着苏伟，再扑防到外围，这边蒋劲霖再来一颗。他目前第一节已经三颗三分球，九分进账。暂停回来是连追八分，林书伟翻身掉头。哇哦！哈哈，这边是林书豪撞到了林书伟。哦，这个球应该还是在空中，并没有两个人持有啊。这个笑容相当有意思。对，包含林妈妈也不便做什么表示啊。啊，我觉得这个球应该让直接球继续的啊。互相的协防会制造自己很多对手的一个三分线的空档。啊，这球给的精彩啊！是克拉索夫拿到助攻，摆进两分。防守压迫上来，那这边对林书豪犯规就要来直接进行加罚了。哇，这球有没有手部去做一个阻挡？其实你可以发现，林书豪他对于解读比赛的能力确实是蛮强的，因为你看到前几个进攻上面他并没有在前场就有持球，所以这个进攻上面的一个组织就感觉这个钢铁来说会稍微差了一点，所以他这球就选择一个快速把球给带过去了。苏伟这边又是一个提前的抛投，力道短了，你说要持球。哇，这个好球，林塞奥助攻帮助了杨敬敏，再来投进这个中距离两分。对，那阿米以为要做一个 pick and roll 之后，一平教练好像加入到钢铁的助理教练的阵容当中了。其实他也是一个双语的一个教练，是希望可以帮助钢铁人跟做到很好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状况。林书伟这个抛投同样差了一点，书豪拉下篮板，啊，转换边，哇，差点发生失误，王立翔把球给救回来。哎呦，哇，这个球很烫啊！林书伟往前面给曼尼高，把球拿起来之后摆进两分。这边被包夹，再分给穆伦斯，弧顶有空档机会。林书伟带到罚球线，用右手抛投。曼尼高今天争抢篮板的意识也是够强烈。对。反手运球过后，阿敏拿手的底线跳投。哇，还有一波进攻，哇，又是失误，往前传发生失误，会慢下来吗？重新掌握这个比赛节奏。全场一起来倒数，篮底下苏伟绕过篮筐，这边被包夹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出手。哇，这场新北国王跟钢铁人的林家兄弟对决，打完上半场是势均力敌，44-44的平手。陆国章，哇，这个进攻始终找不到机会。嗯，我叫林书豪来发动，防开弟弟之后，这个起身。看来是给脚踢球，哈哈，林书豪说打手了吧？其实你看得到，刚邱伯章也有同样做一个切入在弧顶的位置，他那个进攻的威胁性都并不是太大，所以你看到林书豪进去还是要做一些投篮的动作，去制造对方一个犯规的情况。哇，他刚才苏伟是用他膝盖打手，不过裁判吹脚踢球，这边甜蜜的上篮被打了下来。现在林书豪不在场上，由陈佑伟担任控球后卫。李正儒接球后直接出手，球
回到流到禁区的林书伟上篮得分。林书豪，然后篮底下拉杆出手受到了影响，裁判最后吹判的犯规，是不是脸上被打到了一下？是。感觉脸上可能有点不舒服啊，刚才罚球太多顿了一拍。对，这个打到应该会流眼泪啊。啊，睁大一下双眼。哦，这个没话讲。也被打到罚球还是这么准，还是干脆闭着眼睛罚。是。哈哈，这个小打大，苏伟要怎么处理？克拉索夫对上林书伟，哇哇，这个要往回传球，最后球还在新北国王的手上。范尼高来执行单打吗？陈俊南切入进来在分球，苏伟接到球就出手来一个三分球。哇，这三分球对于新北国王太重要了。王绿翔接获传球之后也来追一个三分，抓带球自己拉回来，这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两分球。海燕，哎呦，上篮的难度很高哦，不过还是被凯燕投进，让新北国王的得分破百。田米灌进两分，时间要让他自然的走完，在228这一天，廉价的压轴好戏，最后是由新北国王在主场101-88击败了来访的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，拿下近期的一个四连胜。林书豪全场表现23分7篮板6助攻，至于率领球队赢球的林书伟，他单场有双十演出10分10助攻，帮助球队。算是在这个林家对决赢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胜利哦。首先呢，很恭喜新北国王今天拿下比赛的胜利，先请书伟来跟今天满场的球迷来讲几句话吧。就谢谢大家来支持国王，然后也支持我的家人。Just thank you everybody。我知道我跟我哥很感谢你们。我们来给林书伟一点掌声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请书豪作为哥哥来谈一下。之前你有讲，今天这场比赛你可能会有很多情绪，包含从今天赛前到比赛中，到现在真的完成这场比赛，来分享一下你现在心中的感受。第一，可以来我为的主场，看你们支持他。我在大巴车过来的时候，我在跟我哥发信息，说突然这两天就一直想到我们长大的时候，看我从那么小一直被小看到现在，我就不能说话了。那当然，这场比赛弟弟伟伟也攻下了10分10助攻，率领球队拿下比赛胜利。作为哥哥，作为对手，怎么看弟弟今天的表现？我看他这几年当职业球员，我就觉得他是非常 underrated。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看到他的 greatness。我觉得他连着三年都是全联盟最高的正负值。为什么他是这样子？是因为他每一个方面打得非常标准，他的队友都会跟他说你要继续投篮，你要投更多，可是他是那么无私的一个球员，愿意去牺牲他自己给他的队友。所以我基本上每个国王比赛都在看这个赛季，那可以跟他一起对打，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一在场上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，就是他一直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。对他，good job。